跟文当现在要买要去十分的票。今呢，自己上几个？自己用几卷了？等一下弄一袋干啦，蛮尿干啦。文章都不紧张，可是我超担心的。对，讲你现在讲马卡西里。我买到票了，两张只要98元，超便宜。你是瑞芳也吗？因为这个是瑞芳，我的本名叫如芳啊。文章就一直说这个就是我如芳这样。像我没有带错，我都从网络上查资料啊，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确。然后一定要记得先上网查时间哦，因为它的班次好像很少。瑞芳。瑞芳。文章只要早上啊，他的精神就会很差，可是他到越晚之后，他的精神就会越好。文章真的最近很喜欢这个 Lacoste， 他就一直买这种很大的、小的。我喜欢 Lacoste。你喜欢 Lacoste 啊？为什么喜欢？因为乖，瑞芳就瑞芳，文章就瑞芳。整个在电车里面流汗，流的全身都是水，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时间查好，不然的话我怕没有电车。啊，你几个被扣那样？因为贵的。你也蛮像。台湾好好笑哦，怎么这样子？我们先吃饭。文当问什么餐厅可以吃，这个就是餐厅。文当是哦。结果我们文当来台湾买宝矿力水都喝。你就笑。那个吊桥好恐怖哦，我不太敢走。你想要去在哪？啊，在一个。我们文当说他想要跟铁路拍照。卖天灯的人都会讲日文，超厉害的。啊，这呢？我文章好可爱，看什么都新鲜。めっちゃ汗かいてる。我文章找个吃的找好久，因为他每个都没吃过，不知道吃什么。对，这次我们想说去吃卤肉饭，我们吃的是这一家。南北少点的。大力点。我们点了贡丸汤，还有肉燥干面，还有卤肉饭。今日のファッション。今日はトトロのメイちゃんっていう感じで行きます。あなたトトロっていうのね。日本のトトロ見たことないから、文章が言ってもなんかピンとこない。こんな感じだ。多少？来，我们文当的卤肉饭。你吃吗？我吃啊。台湾的调味料好吃。叫你想要带文当吃吃看一些更台湾的卤肉饭。然后我们还点了贡丸汤，还有一个肉燥干面。我特别点贡丸，就是因为日本没有贡丸，想让文当吃吃看。美味しいこれ。ね。プリプリじゃん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これ。贡丸。贡丸。下からに贡丸。贡丸。肉燥面。我觉得这也是日本没有的面条，所以才特别点点看意面的。你怎么没找我打流？文章直接打我脸。好吃好吃。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文章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。哎，文章自己跟那边拍照啊，然后就有日本人找我们来帮他们拍。啊，我们就帮他们拍完之后，日本人说要帮你们拍吗？我说不用啊，不用 ，yes。然后文章好像就受伤了。来，等一下啦。然后刚才走在这里，刚才走到这里，好啦，我们这讲完啦。刚才走到这里是文章说刚才三星期很想跟我拍，好啦好啦，好，可以拜托家里哦。快擦地呀！你想来？你想来？文章才刚讲完，就被人家这样子弄。擦地呀！知道吗？文章，文章，你跟电车里面的人挥手，好笑哦！这不得跪倒，啥给你？我看到。不得跪倒哟，啥给你？想跪倒？没倒，要得跪倒。嗯。刚才我跟文章走在路上，有一个黑猪肉香肠的摊子，他们可能手机连接那个喇叭，然后突然有赖过来，赖超大声，文章整个被吓到。哎，便当。Taxi 哇伊我们文章看到一只很可爱的鸟。好了。我们文章很喜欢小动物，现在带给文章喝水，可是文章没有用过这种杯子。こんな感じ。開けて。え、これ水出ないの？これカップなの。是。接下来跟文章走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有点恐怖的桥，叫做四广潭桥。跟大家说这个桥走起来超级晃，我觉得超可怕的。从桥走下来之后就会走这个步道，这个步道好健康哦，很适合老人家来散步。哦，十几年就也蛮适合日本人的，不然日本都怕热。当天真的太热了，他把裤子全部卷起来了。干嘛得进来？台湾晒人啊，等呢，这已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来了。就是文达想看的瀑布，好漂亮的。这瀑布旁边好凉爽哦。
刚才文当在模仿别人拍照的样子。一呀三，四哇。一呀三四。我日陰がないからこうやって歩いてるのか。怖。游客中心门口冷气，文当就一直在这里吹。啊，看他多浮夸。啊，是是。吹成这样，就为了吹那个冷气。暑いよ台湾。湿度が高いから足めっちゃかくね。其实这次我带文当来十分，本来是因为想要放天灯。因为很多日本人都说十分好玩的地方就是放天灯嘛，然后文当就说他也想来看，可是在我跟文当就是逛了十分这样走到瀑布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很多是天灯的垃圾，就倒在河川里面啊，或是树上，然后文当看到那个之后，他就说那他不要玩了，就是为了台湾的环境。いや本当したかったんやけどね。街歩いててさ、あれ消えないものだし、ずっと残るでしょ。どんどん地球が汚くなっていくよあれで。だから文旦今日はやめることにしました。我们现在就要离开十分了。文旦跟十分说拜拜。皆さんバイバイ。我们现在从十分回到瑞芳车站，然后去前站出口搭公车往九份。Go， 丹丹走。